时尚健康的读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靓颖。希望在新的一年里，大家都可以有健康的生活，最重要是要有健康的心情，那就是每天要很开心。我觉得快乐的心情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好的生活习惯，好的心灵感受，也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好的未来的憧憬和尝试。所以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开心。公主时尚健康 iPad 版成功上线。